大家好，我是 Asian Verse，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我将2000迈向未来。在今天的影片里面哦，其实时间有点紧迫了，因为现阶段呢，Next Earth 这个元宇宙平台已经在进行它自己的自身代币的预售过程了。好，我在上一期的影片可能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要购买它的代币 NXTT 的话，必须要先经过实名认证这个过程。但是呢，因为那个总裁大人跟他们的那个代币研发跟代币设计的那个建筑者哈，就或代币研发者，他们发现那个实名认证的过程呢，其实不是太顺足。那原本你必须要先实名认证才可以去购买这个预售的代币，OK？预售代币基本上在亚洲时间啊，也就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等等。GMT 加8，亚洲时间明天晚上7点钟，不是明天晚上，说错了，基本上是今天晚上截止，应该是今天晚上7点钟哈，现在已经是2020年的1月27号了。那么我在录制这一部影片的时候，现在是清晨5点05分，基本上就是这个代币的那个预售的截止时间，在接下来的。对，15个小时又53分钟，哈，15个小时又53分钟，大概是现在算下去6个钟头的话，是早上11点11、12、13、14、15、16、17、18、19、20。好，我再算一次哦，现在是清晨5点，哦，亚洲时间清晨5点，那15个小时53分钟27秒的话，那就是11点、12点、1点、2点、3点、4点、5点、6点、7点、8点，好，大概是今天晚上，好，2020年1月27号的晚上9点钟，这个预售的 NXTT 预售代币，哈，代币预售的过程就会截止了，所以各位在观看此影片的。人们哈，会员，不管是会员也好，或者想要购买这个元宇宙平台的那个代币 NXTT 代币，如果你还没有认证的话，麻烦还是实名认证一下哈。虽然实名认证的过程可能不会马上过，那我之前几部影片已经有介绍过了哦。你如果没有前往去看这个实名认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您必须要在这个页面。您必须要在这个页面进行实名认证，好，点这个，点选 Click here 这边就可以实名认证了。那我再次声明哦，如果是对岸的朋友实名认证这个过程基本上终究应该是会过不了，因为平台有声明说，对岸的朋友是无法参与这个的。当然，您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获得一个合法，或者说能够。能够通过实名认证的一个方法，但是我这边就不赘述哈，因为我们这边是要符合平台的规则，所以我才会拍这些介绍的影片哦，也让大家更了解一个平台的运作方式。那平台他们也很无奈哈，他们需要，他们也希望所有应该说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类似这样一个预售的方案哈，但是因为。平台他们本身公司的律师顾问团建议他们有几个国家啦，有几个国家不能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实名认证的过程哈，也就是说不能参与这个 KYC，然后也没办法去参与这个预售的这个过程，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是哪几个国家的话，请在我之前的影片去做一个观赏，去做一个了解哈，我在这部影片就不赘述，因为这部影片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好，那么实名认证过后之后呢，或者应该是说您正在进行实名认证这个过程之后，我刚刚也有讲到很重要的，就是在今天2022年的1月27号的亚洲时间晚上9点左右，这个代币的那个预售过程就结束了哈。那为什么会这么紧迫呢？因为基本上你代币的预售的话，你当然可以得到比较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哈。那怎么样进去参与这个东西呢？哈，基本上要点选这个 Launchpad，点选这个 Launchpad。那我上面这边已经有一个视窗是开着的，好，就是这个 NXTT Token。
我目前已经购入了12.2624 Matic 马蹄币 Matic。好，我在这边再次跟各位解说一下为什么是要用 Matic 这个币。首先，目前全世界的元宇宙平台都是基于以太坊的架构去做一个设计跟研发的。然而，以太坊的架构有一个非常大的诟病，而且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它的燃料费太贵。何谓的燃料费呢？就是您在将币打，或者是说你要进行一笔交易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所谓的比特币里面区块链的话，就是所谓的矿工费。那在以太坊的那个网络架构里面呢，是一个燃料费的概念了哦。那目前每一笔以太坊的交易，我如果要将以太坊从 A 点打以太币到 B 点的话，基本上手续费大概是20块美金。对，你没有听错，手续费大概是20块美金左右。好，那这个 Matic 呢？这个 Matic，我大概跟各位科普一下哦，它是基于 Polygon 的架构。OK，Polygon 的架构，这个网站是台湾的本土的那个虚拟货币购买平台哦，代买平台不是购买，代买平台哦。Polygon 架构的 Matic，目前很多元宇宙平台都开始使用这个 Matic 的代币了。那这个 Matic 的好处在哪里呢？手续费非常低一点，OK，手续费非常低，基本上一笔那个你要打这个 Matic 币到一个目的地的，好比说现在这个预售的这个过程啊，你要打一笔这个 Matic 币进来的话，基本上不到1块美金的手续费。那么在这个样的一个平台上面要怎么打呢？很简单哈，各位当然啦，如果您在看这部影片，而且您之前有在跟随我的影片的话，我相信您已经在币圈有一定的认知或有一定的认识了，不然您可能也不会在此观看这部影片。那目前我只能去有一个预设的想法，想说就是说你可能对币圈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过我还是稍微提到一下啊，在基本上在一个浏览器的一个界面或者手机上面，但是手机上面操控应该比较困难一点点，稍微困难一点点啊。这个中文叫做狐狸钱包，英文叫做 MetaMask，OK，英文叫做 MetaMask。那这个是所谓的一个去中心化钱包的概念哦。我在里面目前有8.2366 Matic。那目前1块 Matic 大概是等于1.5美金左右吧。我确认一下哦。OK，很好。目前 Polygon Matic 一枚大概是1.63美金哦，一枚1.63、1.64啊，哦，每分数字货币，虚拟货币是每分每秒在浮动的一个概念。OK，好，那么我在进行购买这个 Next Earth 的土地，或者说应该是说土地也好啊，虚拟土地也好，或者说现在这个代币的概念呢，都是要经过，不是都是哦，建议，强烈建议要经过这个狐狸这个钱包哈，MetaMask。那当然呢，您必须先去买币，然后将币呢打到在这个钱包里面的钱包地址啊。如果各位想要对我打赏一下虚拟货币的话，欢迎啊哈，欢迎。当然，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小意思也好，当然不强求各位了啊，因为对各位跟各位讲解一下这个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我的 Matic 的钱包地址啊。那我先大概也跟各位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要这么的积极的去分享 Next Earth 这个平台呢？因为首先，如果要分享到或评论到这个元宇宙的平台的话呢，目前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 Decentraland 跟 Sandbox，OK，这两大龙头平台，你把它想成元宇宙的谷歌还有 Yahoo 好了。OK 哈，这两个平台上面基本上应该说这两个平台是目前全世界元宇宙最火的、最夯的两个平台。那这两个平台上面的币呢，一格币呀，一格币大概是1万块美金左右啊。我相信各位小资族啦，或者是各位一般的上班族，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资费可以去
花10,000块美金去买新土地了哦。大家都不是钱花不完。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参与的话呢，我相信其实用个几十或几百美金进去可以是稍微小玩一下的概念哈。这个是 Decentraland，然后这个是 Sandbox，OK，这个是 Sandbox。那 Sandbox，如果我没有错得太离谱的话，基本上在这两大平台里面，一块一块哦，我是说在一块小弟哦。你看，现在连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跟币安都进来抢地，你看抢得多夸张啊，抢得多么夸张啊，是不是？我没有说错，OK？在各位还不了解、还不懂、还是懵懵懂懂，对于区块链或者对于元宇宙的概念还非常非常陌生的时候呢，这些大厂早就已经纷纷进场，这个 CoinMarketCap 也进来了呀。其实，身边非常多朋友啦，还在那边懵懵懂懂的，想说啊，这个东西干嘛？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啦？大厂都纷纷进驻了，应该未来啦会开始变成类似出租土地的概念了哦，很难想象，但是这个就是世界的一个脉动啊。几年前大家也都说比特币是什么不靠谱的东西啊，虽然最近跌了蛮多了，但是全世界都纷纷在慢慢的参与了哦。那反正总而言之，这些大咖们或者这些大厂商们都纷纷进驻了。然而呢，OK，在撇开 Sandbox 跟 Decentraland 呢，NextEarth 这个平台上面的地目前还非常非常的物美价廉，多么的物美价廉呢？我会强烈推荐你去看我之前拍摄的影片啊，基本上这里面的还可以买的，便宜的一格地的话哈，便宜的一格地啊，像这边很多都已经被买走了，便宜的一格地哦，最便宜从0.1美金开始起跳。OK，那最贵的话大概有看到一格啦，一格这样子是10块美金左右。像我举例好，随便拉一个哈，这边目前这个地方是匈牙利，OK，因为他们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匈牙利。那圈起来的话，好，这边一格的话是1.01美金 USDT，那目前这样子也才9.13 USDT 而已啊，哈，USDT 就是虚拟美金嘛，哈，USD Tether。OK，9.13美金，这样子一块才9.13美金，非常便宜。10,000块美金跟9.13美金，当然了，这个答案很明显了，我不用赘述了。好，现在回到重点啊，回到重点。那么呢，我在这个地方，好，我已经买了12.2624 Matic 了。那么下一步呢？因为基本上哦，当各位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可能是下午，可能是傍晚，基本上还有3个多钟头的时间。那我相当的希望各位如果要买预售的 NXTD 代币的话呢，你已经是有虚拟货币了，或者是说已经有一些 USDT 等等等或比特币可以去换成 Matic 来进行一个购买动作。好，我这个界面没有变成中文的原因，是因为稍早试过把它用 Google 翻译，把这个页面翻译成中文，但是有些视窗跳出来根本翻译不了。OK，所以我直接用英文版的界面去给大家看，这样子我随着讲解，大家都了解，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好，那我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先跟各位再次说一次啊，在15个小时41分钟与26、25、24秒预售就截止了。总共目前有2599人参与，然后预售的代币一枚从0.0005起跳，然后只限于 NextEarth 的已经有注册此平台的玩家们，那最多就是3亿枚 NXTT 的代币哈，在要准备贩售。好，我这边点选 Commit More，然后呢，好，我目前呢这边就是一个所谓的预售 Pre-sale。我目前选择的是 Tier 4，OK，Tier 4。那因为我只够资格去买这边这个价格啊，0.00125开始起跳，然后 Tier 5的话是0.0015。那Tier 1呢，就是这边的差别差在哪里？你拥有越多土地的话，你可以买到预售代币的价格越便宜。那我拥有的土地不算太多，所以我只能在这2个等级上面。OK，我再说一次哦，我购买的土地不够多，所以我只能在这2个等级上面。那其他比如说有
1000块地呀、2000块地啦、3000块地、5000块地等等的，他们就可以被分配到这个地方来。哎，不要怀疑哦，我刚开始进来到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会有谁？我想说我可能占有先机之类的。这个平台在2021年的8月17号上线 ，OK。目前所有看得到实现的 ，OK， 这边实现的啊，目前看到实现的这些土地或者这些瓷砖都已经被购买下，你看352.6 USDT， 然后举例哈、啊，还有像这边啦、啊，这些建筑物啦、啊、也都被购买下来了哈、啊，虽然金额不大，但是确实都有人拥有这些土地的哈、啊，很明显 ，OK， 很明显，好，那。基本上我这边呢，我这边就是一个我可以在进行加码的动作啊，我可以在进行加码的动作。那么总言之就是我还可以在进行加码的动作。然后他这边有注明啦啊，就是说我总共不能买超过$10,000，最多就只能购买$10,000了。OK， $10,000等值的 Matic， 这边基本上你如果输入一个数字的话，它会去自动帮你换算，会有一个自动换算的动作。然后我刚刚有提到啊，就是说这个预售的这个过程，应该是说实名认证的过程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要抢预售的话，要真的要非常非常快了哈、哦，不要等。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待会也会把这一部影片放在叙述栏里面。OK， 就是这个是总裁大人跟他的那个代币的那个研发的他们里面的人员所释放出来的影片。那我特地等了一会儿才把这部影片，现在就是要到时候这个就是连结要分享给各位看，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的话，影片本身17分钟，我特别等了一下，为什么？因为 YouTube 现在目前很进步，影片释放出来呢，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字幕了，所以就不担心看不懂，不用担心看不懂或听不懂英文了。OK， 好。So it seems like that we won't be keeping that weekly announcement thing. This is 好。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各位自己进来看哈，因为影片17分钟会浪费掉本影片的本，就是我目前想要解说的这个时间这样子。但是我先跟大家讲一些关键哈。第一，总裁大人就是呼吁各位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去抢那个预售的 NXTT 代币。如果你要购买预售的代币的话，因为 Polygon 的架构哈 ，Matic Polygon 的架构常常会塞车，尤其是我尝试过在币安上面要打币出来的话，币安常常会塞车，但是很奇怪的火币就不会，我也不懂为什么。所以自己个人至少注册，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注册的将近快30个不同的虚拟货币平台，就是为了保有一些弹性。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那么多平台很烦，但是在虚拟货币界里面注册越多平台越好，因为你每旦注册一个平台都必须要经过实名认证，那现在实名认证越来越严格了。几年前呢，在一个平台上面实名认证的话，几年前在一个平台上面实名认证至少可能要花费1到2周的时间，现在在一个平台上面实名认证可能短短的10到15分钟就结束了，现在进步非常非常多。所以各位如果有在玩虚拟货币的话，奉劝多注册几个平台，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哪一天会需要到。比如说台湾本土的 MyCoin 跟币托等的齁，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系统错误或者说系统宕机之类的，相信我还是会发生，那可能币就打不出来或者是维护之类的。那币安也是常常有这种问题啦齁，就是比如说Matic 打不出来啦，这个打不出来那个打不出来，但是我前往火币就完全没问题 ,OK, 我前往火币就完全没问题。那么目前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就是可以自动 自动 and now it's days.可以自动生产出来的 产生出来的字幕 OK, 可以自动产生出来的字幕可以自己去选择。那目前当然就是繁体中文啦，目前就是繁体中文，那各位可以去做一个选择，然后去观看这部影片 and the staking itself, and we decided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为什么又没有翻译了，我再看一次啊、auto translateOK, we have to work on pretty fast. You can see the wall. 我再刷新一次好了，刚刚可能被我按到它按出来。哦，
原来如此，我懂了。Today's live announcement. 好的，总而言之呢，总而言之，把这个中文字幕调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自动翻译了啊、哦。然后再讲一个重点呢，就是拥有的土地是可以进行质押的过程，然后就是说代币释放出来之后呢，真的代币就是说推出来之后是可以进行质押的过程的哈、哦，所以这个才是推出代币的一个重点。然后目前其实有很多厂商，国际性的厂商、大型厂商正在跟 Next Earth 元宇宙平台进行服务洽谈，所以这个造血功能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过程，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绝对不是一个空穴来风，或者是说只是出来圈钱捞钱之类的，当然也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啊、哦。任何项目任何平台都还是会有风险存在，但是目前看着这个平台的一个进展啊，它的进步啦、啊、尤其是基本上它这边有个时间轴齁、哦、这边有个时间轴，目前在这个阶段 ,OK, 就是说他们的代币要发出的这个阶段，然后接下来今年的展望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P2E 啦，就是说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玩游戏啦之类的，然后 NFT 的那个皮肤啦，质押啦，然后那个代币的燃烧啦，等等等等等的，我觉得他们这个平台绝对不是只是讲讲的而已哈，是觉得比讲讲还要再认真一点啊，个人感觉是这个样子。OK, 好，那这个就是那个总裁跟他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代币设计者的这个就是个面，就是说他们 live 一个实况直播回答问题的一个部分。然后刚刚也讲到，实名认证整整在延期，就是说他们在延期一个月了这样子，所以实名认证这个地方这个部分呢比较不迫切，但是如果要买预售的话，还是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好，那下一个部分呢，再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哦，也就是说 Next Earth 的平台目前已经完美无缝接轨，就是说跟 OpenSea 他们所谓的地呢，所有的地已经到 OpenSea 上面了。那 OpenSea 是什么呢？对于虚拟货币或者是元宇宙不是很熟悉的人， OpenSea 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 NFT 市场市集，你把它想成 NFT 世界的 eBay 就好。OK, 那相信有在玩 NFT 的大家都不陌生。好，像举例啊、哦，举例我们台湾之光周董的那个 Fanter Bay 哈，杰伦熊目前好像已经掉到，有点尴尬，是已经好，已经掉到第35名了哈、哦。那个不过这个交易量很惊人啊，1753以太坊哈。哦1753以太坊，目前第一名看似是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然后 CryptoPunks 掉第二 ，BAYC 现在第三名 ，OK，BAYC 现在第三名，等等等等等的。那 Next Earth 呢，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 project 哈、哦，这个 project 目前已经上线 OpenSea 了哈、哦。这个是一件很好事情，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您如果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土地虚拟土地购买的话，您是可以将它挂卖在这个平台上面的啊、哦。虽然目前交易量不是很多啦，目前就40万，只要没有看错的话，40万还是400，应该是40万。为什么呢？这边可以看见啊、哦，因为所有已经铸造已经 minted 的那个土地 NFT 目前38,8697，那跟这边的数据是其实是差不多的哈，400,000个那个 NFT 的那个 item 啊物件被刊登上去，然后大概有38,000多个拥有者。那目前的地板价的话是少于0.001以太坊的哈，也就是目前的交易量在0.64以太坊上面。OK, 那各位可以看到啊，这些就是土地啊，目前也都标在这个里面了。OK, 所以确实是已经上了这个平台啊，虽然价格当然不怎么样了，目前这个项目的这些土地啊，看起来感觉上是不怎么样，但是未来成长可能会蛮爆炸的啊，这个。有的时候是很难预估的一件事情，大家有时候不要去太小看这个东西。 Alright,
Decentraland 跟 Sandbox 毕竟已经存在世界上或存在网络上将近十年左右了，它也是过去几个月才爆发起来。各位可能没有去想到说它酝酿了多久才会有今天这样子的成长率，这个是蛮值得去探讨的一件事情，蛮值得去探讨的一件事情。好，那讲到这个讲完之后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当然各位是来自台湾的话，各位来自台湾的话，比较容易去取得 Matic 这个代币的话是在 MyCoin 上面，但是在 MyCoin 上面呢，请各位去记得去实名认证这个平台，我在之前的影片有讲到，可能麻烦回去翻一下如果不懂，不过这个完全就是台湾本土的平台，那在上面呢是可以直接去购买 Matic 的，很方便，因为这些本土的平台呢它也要求进步嘛，它也要跟得上时代，所以它必须要去做这个跟入的动作，好去买入，然后你就可以就可以输入这个新台币的金额啦，比如说1000块的话，1000块台币的话可以得到 22.14,13858755 Matic,这些数字可能每分每秒都在改变，毕竟虚拟货币的那个价格是每分每秒都要跳动的。然后付款方式呢，各位可以选择台币余额啦，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台币余额，或者是玉山银行转账，这个是我的账号的后四码，或者 7-11 或者莱尔夫，但是有手续费，记得有手续费，不要忘记这些事情，这个是台湾的本土 MyCoin 的平台，就可以在上面买 Matic, 然后去 Nexus 平台上面去做购买那个土地的动作了，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选择，当然如果你完全不想要去走过实名认证的过程，因为实名认证一般可能要花费1到2个礼拜，那接下来又是春节了，这个实名认证的过程可能会更久，那您可以来币安买，可以来币安买，但是币安刷卡购买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手续费应该不便宜，听说要大概 8% 左右 8% 左右，那这边比如说你可以花费1000块台币，然后可以去选择你要买的虚拟货币种类， OK, 好，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我自己是没有用过金融卡或者是信用卡等等去买虚拟货币啦，不过如果有兴趣的人说可以去尝试啦，那这个像比如说可以买 Matic 的话，那1000块台币的话可以买到 21.59 Matic 这样子， OK, 那记得这个就是说如果要购买的话请自行前往，以下言论不代表任何立场，然后呢如果想要注册这两个平台的话，我的叙述栏里面也有注册连结，可以请多多利用哈，请多多利用，这样子给您一个方便，这样子。好，那今天基本上大概讲到这样子，然后呢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如果对预售的 NXT 代币没有兴趣的话，它到时候会在 Uniswap 上面进行NXTT 的贩售， OK? Uniswap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目前为什么他们打算这么做呢？因为现阶段如果要跟中心化的交易平台去做一个洽谈的话，其实要谈的过程是还蛮冗长的，并不是每个平台都会有这个意愿让你把你的代币放在上面，那去中心化交易平台基本上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那目前当然了，NXTT 还没有推出，所以在这个上面是还找不到的，在这上面是绝对还找不到的，目前是属于预售阶段，所以各位看官各位仁兄，就是目前还在预售，所以我才要讲解这一部影片啊，目前就还是在预售阶段。那目前离预售呢还有个，看一下如果找到那个页面的话，各位来自中文华语区的观众们啊，这个影片目前不是这个影片，这个网页目前还没有中文化版本，因为目前公司或者这个平台都非常非常忙碌，所以基本上中文化版本可能还要挺久的，它目前好像只是英文的，如果没有错的话，目前还有15个小时24分钟有56、55、54秒，所以各位请如果要购买预售的话请抓紧时间，不要拖太久，就进来做这个预售的购买动作。然后当然啦，当然对，我忘了提到最后一点，所以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您很恰好的是第一次看这一部影片，然后对这个预售的代币有兴趣的话，您必须要购买100块美金或者是等值
甚至以上100块美金或等值或以上的虚拟土地才可以进行，才可以参与预售的过程，必须要是100块美金或以上啊。当然注册是一个环节，但是必须要至少100块美金的土地才有资格去购买预售的代币。 OK， 我刚刚忘记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其实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但是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内容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了。一如往常的，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内容的话，请不吝啬，不要吝啬给我的点个赞，然后也关注我的频道，我将不时的去做一些跟尤其是这个 Next Earth 元宇宙平台的一些更新，以及它的最新一些功能啊，然后一些他们最新的消息等等等等等的。然后相对像那个 Bybit 啦，我也会去做一些那个更新之类的，有的没的哦。尤其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新项目上线的时候，我觉得是蛮有赚头，可以赚一些零用钱的方式，我会分享给各位。然后呢，上次有一部影片是中英夹杂的哈，我会这么做是因为有些动作只能执行一次，执行一次之后结束就没有了这样子，所以当时不得不采取一个英中夹杂的，就是双频道、双语频道在一部影片以内，哈，这样子其实也比较累，因为要一直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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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转换，那其实有的时候会搞混这样子，那我发现还是分开会比较好。那如果可以，一部影片讲到底的话，我当然会选择一部影片单一的语言，这样就比较不会搞混，这样也讲解的比较清楚一点。好的，那我这边是 AsianVerse， 再重复一次啊，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麻烦给我点个赞，然后也关注我的频道。那么我今天这个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了，然后目前等到我完成上传这一部影片的时候，大概是亚洲时间，也就是台湾时间、香港时间、中国大陆时间等等等等等的 GMT 加8的早上，应该是靠近早上6点的时候了啦。目前倒时15小时22分钟13:12，等到各位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应该不是早上、中午就是下午了，大概还有个6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完成购买 NXTT 代币的预售。应该还有一年机会 ，OK， 所以大家不要浪费这个机会。那当然，这个以上的内容不代表本人立场，而且也不是任何投资建议哈。个人是认为说这个项目，而且老板以及他的团队感觉上还蛮有诚意的，感觉是想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平台的一个项目，这样是元宇宙项目 ，OK。那重点是外面那些项目的土地的这么贵，那这个项目的土地还蛮物美价廉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哦，多多利用。好，那我这部影片就分享到此了，我是 AsianVerse， 我将引领你迈向未来，我们下一次再会，拜拜。